哎好，我说小儿，早上起来啊，早上起来有露水，有露水，咱把那个黄豆给它干了，干完了以后，一会儿消露水，咱们就开始捆稻子啊。因为有露水，捆稻子怕把露水捆里头，干得慢。一会儿消露水再捆。这样黄豆也好了，先给它干一下。喂，好几个月喂跟茶包老等似的，光长个了不长肉啊。哦，省得那个这个甲子豆甲子蹦，你要是晌的时候或者下午刚好到一摸着豆甲子，自己就蹦了，蹦了这黄豆该掉地。这行少啊，它稀了啊，它能不好干啊？拿这些搅上去啊。嗯，没有那就吃呗。喝呗，这样整不几会儿这块儿。我这刀嘎着完挺快。啊？我这刀嘎着完挺快。这玩意儿好干、啊。这玩意儿脆着。小鸡咋样？你喂的吧？这越喂越瘦啊！你看这喂的。你说没给料啊？这盆干完了啊，这盆没少嘎七过去，这家片可不少了，一片两片三片四片五片的，八上道你看看，修缮高速啊，那爪印扒了一下，扒溜光，有点凉了，那燕家喝水了。冻的、啊。这怎么后屁股都给倒了？是。来贴这个吧，贴这个进去。主任，你贴这个炒萝卜来。锅边，你看，别进来去。来，你给二进来。二进来谁？我当分点。后屁股没毛了，你看。搁里头，他不得刀他吗？这小姐专门刀树皮子。整点土呢给他，实在垫上整点土呢让他吃呢。命里缺土啊，五行缺德呀。行败类的这小姐。讲事啊。捅的屁股它冷了，没毛了，它不冷。那我回不完这，我还回去，完我再来。真吃土啊！真缺土啊！缺土，那底下我说那个那架，这个搁笼子装的，那个架子不用搁这。往哪？这些这鸡屁股全倒没毛了。这玩意儿拉起来吧，咱得拉起来，对着了吧？